4月7日，著名男演员狄龙及太太陶敏明现身铜锣湾出席电影《我来自纽约2：当我们在一起》慈善优先场。提及该电影未能在香港正式上映，狄龙大哥解释，由于电影在马来西亚拍摄，在当地的票房很好，口碑也非常不错。而最感动的就是首次跟老婆及儿子谭俊彦同台演出，还有那以前旧的那几位小朋友一起演，这个戏也相当让我感动。还有我老婆是乐意的给我客串了一场戏，跟我一起跳舞。她本来很多人邀请她，在重重一幕啊，她都拒绝了。这个戏她是答应给我留下一个好的纪念，我非常感谢她。话说老婆陶敏明早前曾多次被邀请复出都没有答应，而这次却意外出现在幕前，因此大家都很想知道其中原因，更想知道狄龙大哥是如何感动对方而让其出演这部戏。他主要看了这个剧本，他说如果让其他演员去演呢，可能出来的效果没这么好，所以他也乐意跟我一起把这段戏保留下来，再过十来年再看看，我们也觉得挺好的，挺温暖的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